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哎哎，来看来看都来看，娱乐新闻又出现，乡村爱情赵玉田，最近又有新闻传，听说玉田要换爹，其实是演员换鞋，玉田老丈人刘能相距十三没上成，扮演刘能王小丽本山老师的徒弟，相距十三不参加，演员花落能谁家，不知谁人能顶替，谁来顶替王小丽，网友纷纷来讨论，玉田要换老丈人。刘能换人的传闻已经不是啥新闻，最近网友都在谈，都是小道消息传，都是小道的消息，哈哈一笑就过去。不过最近罗世锤，听我给您说原委，王长贵的直播间听他把话说一番。长贵真名王小宝，本山对他非常好，长贵直播间透露，听我给您来讲述，他说刘能换演员，具体原因不肯谈，具体原因不清楚，不愿过多去讲述。乡村爱情系列剧也被观众记心里，得靠大叔赵本山捧红整个赵家班，众多弟子都走红，演员层出都不穷，玉田老丈人刘能如今也是很出名。刘能原名王小丽，很多观众不熟悉，只知剧中的刘能，不知王小丽真名。刘能剧中的亮点，出彩角色很抢眼，表演风格大不同，别具一格的形成。相距已经十二季，还要相十三延续，观众审美都疲劳，已经感觉不新潮，口碑下滑都不断，很多观众不爱看。如果还想收视高，演员换鞋重相邀。如今换下王小丽，不知谁能顶上去，哪个风格最接近，网友可以去讨论。其实本山的徒弟已经全部都上去，剩余都不太出名，不知是否试验成。相距刘能要离去，天下熙熙皆为利，只因直播太赚钱，再去演戏非常难，电视剧二人转不如直播去变现，打赏刷礼不可缺，直播变现最直接。相聚演员要换鞋，可怜玉田要换爹，玉田老丈人换掉，谁来当爹不知道，不如换上宋小宝，黑不溜秋刚刚好，他当玉田老丈人，肯定玉田能成人。相聚里面的演员换谁别换赵玉田，电视里面的渣男，现实中的好演员，为人低调有朴实，很多朋友都不知，原名叫做吴云飞，演艺事业增光辉，恭喜玉田又换爹，如人事业上台阶，那个啥台阶。作为爆料拜拜和出轨，陈羽凡宣布退娱乐圈，红星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星凡红茶都在对闹乌龙的萨拉评委会，翻页作品特务出错，明知为何叫二堂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